那个从他的开。往边走 ，left right。Straight。就是他们打那个球的地方。篮球。篮中心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这里还有前面还有一个食堂。小食堂。对，这个是小食堂。小食堂贵一点是吧？嗯，好像也没有，它是稍微不一样一点。外国人喜欢在这个楼吃饭，因为他们楼上有汉堡。哦，我看前面那个小牛。这里的树哈，没有安大里面的树哈老、安大里面的梧桐树更有感觉，然后安大里的房呢更破旧，更有那种年代感啊，就有那种感觉，就是那天我们一起看的那个电影的那种感觉，会有。在这拍的比太好看了。是，待会我把剪个视频去。这里就是他们上英语课那种，都会在这里。大课。就是不是大，就是那种机房课会在这里上，非常小。现在好像给拆掉了，给拆掉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来。那后面有个打复印件，当时的也就是资料，都是在打印是吧？对，都在那嘛。那边是哪大学？安大。哦，这是北条街。